小茶，各位妈咪。简单扼要，这囡仔咧演员心，大家惊一个讲，哇，谁人这么搞？嘿啊，迄台词安尼哦，七八页安尼就是背背起安尼啦。哦，这是心动嘛？嘿啊，嘿啊，哦，你不去做当机就无错。喂，你安尼讲，咱铺垫教书该收掉。不是，今年几岁啊？请问？我今年十一岁。十一岁已经这大汉啦，哎呦喂啊！啊，你几岁？四十五岁，哎呀。啊！你几岁？我五十一岁。五十一岁。啊！你几岁？啊！我五十七岁。啊！歹势。啊！你六十几啊？我来讲。那呢啦？啊，无啦。来来来。那我小草旧年因小草时阵才十岁呢。对对对对。哦。所以旧年十岁因讲是创下电视史的记录了。对，一十岁要演一个三十五岁的人。那是要哪演啊？要哪揣摩？就我会听工作人员旁边的指导啊，跟我妈咪大概拢会甲我讲是要安怎演啊，然后我拢是照剧本伫咧演的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你妈咪甲你教演戏就对啦。嗯。哦，好，安尼好。今仔日现场的朋友，咱有眼福啊吼。除了听唱歌以外，我是讲现场来考试一下，你讲那个好无啊？来，看有够演无？好无？你两个母仔囝嘛。本来演武啊，囝，啊，咱来考验看恁因两个功夫到倒位，尤其拢小草讲三秒钟目屎有在连断，咱就要试看咧。哎呦，诶，既然恁妈妈是艺人嘛吼，啊，你这查某囝呢，安尼吧，妈妈歌星这条歌大家非常的熟悉。导演，你安尼安排真系足巧妙诶！哎呦，好，这个剧本一模一样啦。讲起三秒，吼，啊，你就演你妈妈，你就演查某囝。好，预备，准备好，预备，预备，妈妈歌星 ，Camera， 破声吹起来，谢谢。老大，来来来来，围起来围起来。这个按照这个主旨来看，是这间无唔对。来，你电铃甲起落去吼，能叫人出来喊钱。来，叮咚叮咚。啊，小等下，老大，安那，还有两拍锅啊灯吼，内底唔知有出什么代志。两拍锅啊灯，又是你讲的。我顶摆看者，啊，唔是啦，啊是是，哎，我来问者，请问是丁小姐引导吗？系啊。好，拍摄。阮两个兄弟今仔日是代表阮老大的大口才啊，要来甲你讨三十万。你之前甲借的钱，今仔日若无还，阮两个是无要转去啊。啊，不过我最近的收入，敢若有够付阮家的生活费尔呢。生活费，这是你个人的问题，但是阮老大有交代我代志，我嘛是完成伊的交代，所以今仔日无钱吼，小妹妹你开较过吼，歹势，今仔日呢？啊！阮就要甲你妈妈带走，安尼，甲阮来去趁钱。行行行。两位阿伯，阿伯。什么？你叫阮两个什么？无啦，两位阿姐。是啥物？不是啦，我是讲两位帅哥。安尼嘛，甲差不多。哎，你什么差不多？哎，你敢袂听了？敢要吐袂吐？袂啊，迄是你的吐啊，我感觉足好个啊。这是啥？小妹妹，你是因什么人？伊是。我自细汉的时阵，都敢拿我妈妈来当我哭。寒天的时阵，我妈妈骨较辛苦，嘛要去洗衫店洗衫。无啦，小妹，我是今仔日要带你妈妈，因为你妈妈欠阮老大的钱，我是要来带伊。但是，唔过，我敢拿伊当厝我妈妈来当给我哭呢。我妈妈大概拢去洗衫店洗衫，都是为着要赚遐个钱，互我读册，互我食学校的营养午餐。杨哥，我叫你别甲我妈妈吵走好无？我拜托。
谁啊啦？足可怜的啦！啥物件足可怜？叫你去讨钱，啊！你若无收着，等于要来交代，你咪在靠啥？不是啦，我这关我就歹过啦，不你家己去请我卖啦，你去讨代志，你去讨啦，你去讨啦。无路用，闪啦！你这嘛是咧丢根哟！我跟你讲，我恁母啊，今仔钱也无还阮，就是爱缀阮走啦。没有嘞，我不准你甲我的妈妈做，走，我拜托你啦。我敢来啦，我妈妈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别甲我妈妈查走无。你不是要讨钱？哪会这可怜？咱归去莫甲因拖啦，咱得手指摕去当，多谢，拢无哩，多谢，莫拖啦，多谢，我煞要再三拢拢无哩，来你小当，你创啥啦？拢摕去换现金啦。这现金拢无哩，多谢，这只是真个假个？唔拿呢，我所有遐细嘞，大家拢叫来甲恁妈妈捧场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拜托你卖哭啊，好无？啊，恁继续表演，啊，阮哦，这面下先甲你告一下，我带你甲你保证，一定害好恁。不是，问题是伊安尼讲，我都表演。我哪会知？你我都表演吗？你我都会有正常吗？一，简单啊，我要体会升级啦。一、二、三，正常。好啊，点出来，咱继续表演啊。起码这个是妖怪了。